拍名啊啦，大家讲拍名，拍名其实无困难啦。我讲这拍名无困难，啊，你了解讲啥子船长，船长啦，上困难是要甲浸落去个，嘴甲嘴要浸落去个喎，吼，迄上难啦。那无迄个气氛，你讲像电视安尼喎，哦，两个人走走啊，爱小间间跋倒啊，跋落伊在坐下，你在面顶啊，两个人嘴对嘴，啊酒，啊酒对啊酒，爱看在浸落，无迄款代志啦。你若跋倒跋甲大行细流啊，啊酒乌青啊嘛，啊袂嘴甲嘴无对着。我要用上短时间进入这重点。这个过程有一个名吼，叫做美国狼人在台湾呐、啊，不是说教我们怎么爬妹吗？阿娘喂，来讲爬妹啊啦，阿娘喂，你这有啥物叫拉提赛爬妹啊啦？那就讲爬妹，爬妹其实无困难啦。我讲这爬妹无困难，我先安尼讲一个故事安尼啦。我公司有一个迄落啥员工啦，查某在食饭啦，啊边一个查某就讲，哎、欸，啊你帮我介绍一个啊，安尼啦。啊这查某囡仔就讲，这员工就讲，啊你喜欢哪一种啊？哎呦，有没有那个胸部大一点的？哦、有啊，边个姐查某听到啊？阿娘喂，有没有那个比较瘦的？我比较喜欢瘦的。阿另外阿姐讲，哎，有没有白皮肤白一点的？姐讲有没有头发长的？姐头发短的？阿娘喂，大家条件拢不共款啦。我就边个听啦，我就讲你这吼无出过社会啦，这阿你问啦。那要介绍其他你莫问这啦。哎，你问我大哥无介绍其他要问啦。大哥你喜欢哪一种？有没有那个比较简单的，出去牵个手就马上睡觉那一种？见面先见较简单的啦，见面都要先见啊掉，你见面无见啊掉，你见个阿娘喂。看电影看三年外，甲你牵手尔，安尼要安那？啊，你还要亲一个嘴，讲看电影看六年外啦，安尼是毋是容易时间啊？谈恋爱吼，这要啷教啦？食些物件啦，食些宵夜啦，吼，看些风景啦，吼，不管做啥拢好啦，反正就是谈恋爱就是安尼嘛。外部就是这物件啦。我讲重点啦，即个爱讲重点啊，啊，你了解讲啥子尊长？尊长啦，重点是要安怎甲伊扯本道啦？你听，扯本道听有吧？有吧？就是要安尼嘿啦，上困难是要甲浸落去个，嘴甲嘴要浸落去个喎。好、哦，迄上难呐、啊！那无迄个气氛，你讲像电视安尼喎，哦，两个人走走啊，爱小间间跋倒啊，跋落伊在坐下，你在面顶啊，两个人嘴对嘴，啊酒，啊酒对啊酒，爱看在浸了，无迄款代志啦。你若跋倒跋甲大行细流啊，啊酒乌青啊嘛，啊袂嘴甲嘴无对着。我要用上短时间进入这重点。这过程有一个名吼、哦，叫做美国狼人在台湾呐、啊。你来明仔讲吼，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啦。就在你讲，你在你编啦，你即摆编啥编你家己就对啊啦。像我嘛。我得介绍到你有一个长得又帅，然后年纪有点稍长的，有成就又好笑的，有吸引度的男人。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还是去美国旅游的时候，被狼人感染了，他被狼人抓咬掉，那天感染到变成狼人。他大概哈什么时间哈都得发作。我你讲你别讲什么时间发作的时候，你先不要拿看嘞，我哎呀，我你即摆是几点来讲几点来晓？那个狼人一发作的时候，他就想要找他最心爱的东西，找他最心爱的人，也没有怎么样，只是说那狼人很好笑了，因为讲这些笑话嘛，你有继续讲。那个狼人就有一天啊在台湾啊逛街了，然后忽然间到时间到了，哦，快十一点的时间，晚上快十一点的时间到了，哦，那个狼人就哦，怎么啊都压起来，我你都爱动作爱起来，你讲，你的 Andy 是狼人，哎呀，而且你来你边没讲啊，你讲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很好笑，真的很好笑，你表演那个女朋友，我表演那个狼人给你看，那个狼人动作太好笑了，哦，假设我们两个现在背对背啊，那个，我们来演一下，你就知道很好笑了。我当我手举起来啊的时候，我得要转过来，因为狼人要去找他心爱的人嘛，啊，你怎安尼啊啊，然后你哇鬼哎呀我。你讲咩讲吼？你看那边，当我狼人举起来的时候，声音的时候，你就转过来，知不知道？你就惊你是狼人。然后我们开始了吼，你就哇、哦，你就手举起来就挖怪啊，要不？啊，你挖怪像甲咩讲好，你嘛挖怪。咩啊就挖怪，两只手啊揪起来时，啊你就挖怪，两只手啊揪起来时，有无？我讲你两个狼，你是狼人，你听有无？你这两只手就对伊两只手落落，因为手跟伊夹嘛，你就甲落落，要不？落来就塞出去啊，两只手就拍去啊，塞出去，要不？塞出去就甲浸落啊，嘴就堵，嘴就堵落就对啊，就对啊。